非常的不拿手，但是呢，后来想通了，非常的自信，因为我相信我是所有主持人当中打鼓打得最好的一个。 因为在上台之前，心里不停的在打退堂。那么，今天呢是七夕佳节，城门大家捧场，今天能够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到音乐厅来，来听我们的音乐会。那么我相信呢，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呢，一定是最聪明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很多人选择在七夕的时候呢，吃很长很长的一顿大餐。那么我相信吃一顿大餐带给你的只是几个小时的满足感，但是呢，听一场音乐会说不定会让你记住一辈子。那么可能也有观众朋友说啊，我是单身，我过来。那么你要相信，如果你经常保持听音乐会这样的习惯的话呢，面包会有的。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。